Hello, 大家好呀 ，Hey everyone. So finally, I can take the lift by myself again. It's really hard to get this opportunity because 有认真的 focus 在滑雪上，所以我滑的可好了。那我们今天滑的是 Christmas Line， 扬眉吐气了一下，今年再也不是那个菜鸟了。给他一点鼓励，你鼓励大点声。I'm in Mountain St. Louis now, and today is the third day of the snowboarding, and I'm so happy because actually Mountain St. Louis snow's condition is super good. Yeah, I know it's about 4 o'clock now, because today is kind of traffic jam is very terrible because most of the people they came here, and I have to wait. 我们现在要去 Moonstone 了，一起走吧。但是我每次都是自己拍，根本看不出来。哎，花儿，你帮我拍一拍呀！哎，什么？我每次跟他们滑，我都不好意思让别人给我拍。可是我拍刚才这条可以。哦。好，我们先上去再说。你可以说啊，你要是没有空，给我送个礼物也行。大家快看，现在这个雪道上一个人都没有，刚才人超级超级多。然后，对啊，我们很幸运，所以来得晚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滑很好的，雪道。只管你们两个人。终于我要开始正常的滑了，我又回来黑道了。滑得太烂了，上一周来滑的感觉都没有了，感觉在滑蓝山的时候没好好练习，滑坏了，再加把劲多练习吧。Hello 呀，我现在呢要慢慢的自己练习啦。下一套一定可以滑好。Hello, 大家好呀 ，Hey everyone. So finally, I can take the lift by myself again. It's really hard to get this opportunity because always very like lots of people here. So now I can talk to you. I feel so free. Yes. And today I tried several times of the riding on.Black lines and blue lines, but always not really good. But just now I got the feeling again. I can feel like I can do the turn the like change signs on the like black lines
Yeah, before that, I couldn't really get the feeling. Get the sense. So for now, I feel much better.刚才我又失败了，我希望这次可以成功，顺利的一趟滑下了。我听不见你说啥，过来找你。你说什么？这边看着还行一点。哦，那边包很多。太多了。对，你先下去吧，我怕撞车。帅，可怕那边了，哎。看到我这叫大了没？我太垃圾了，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视频。我们现在来试一个新的黑道，现在好多的包呀。嗨 ，OK， 这个感觉是蓝道吧？Hello 呀，我好开心啊！这次，因为我连滑了两趟都没有录视频，就有认真的 focus 在滑雪上，所以我滑的可好了，都没有摔跤。对呀，所以就觉得确实录视频会影响练习。那我就现在再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录着滑一下。如果失败了也没办法，但是我自己有知道自己的水平就很开心了。Yes。So happy because I finally can take the lift by myself again and with my another snowmate. So just now, I tried to riding without take the camera. So that's very good. I didn't get any falls for twice, two rides. Yes. So I know every time if I use my camera, I always like not really good at balance. So for now, because I had, oh my god, the wind so heavy. So now, because I just had two perfect rides, so for now I feel very satisfied and I can try to record the next ride. Try to see whether I can, take my camera and finish the whole ride perfectly. Yes.感觉这一趟录的时候还是姿势会有问题。对，如果是 focus 在滑行上不录的话呢，我就可以真的很 focus。 可是我因为要录视频的时候就分心了，所以说我倒是有一些拧胯呀，然后有一些踩后腿了，对，不太好。
没关系，反正我不录的时候再继续练吧，我们就可能就下次再见吧，我就安心练习喽，拜拜。啦啦啦啦啦啦，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好好玩呀，刚才我朋友我的学友帮我拍视频，拍得特别搞笑，回头跟大家一起分享。现在我们要去滑彩虹道了，好快乐呀，我们要滑彩虹道啦。因为以前总是滑白天的场，所以一到晚上就要想回家，今天挺好的。但我看了这彩虹道也没有很彩虹啊，这也就是红绿的颜色呀。对啊，哦，可能是因为今天是 Christmas，这两天，所以它没有用彩虹的颜色，只是用了红绿交加。那我们今天滑的是 Christmas Line。school yard 那边找一下靠谱的学友，希望那边人不会很多。OK， 哎呀，很想去年在这个道上。对呀、啊，好平，而且今天人少。哦，还好平。对，好快乐，扬眉吐气了一下，今年再也不是那个菜鸟了。这样，哎，这小车轮到最后了还会晃悠晃悠，哎，我觉得这可以跟滑雪最后以绿道收尾，还是会比较开心。哇，对对对，以后我要是滑郁闷了，我就来绿道这边寻开心。哎，不过这边有这个东西，就我们在靠那边就好。哎，你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试一下？可以试一下，下一次真的来试一下吧。摔了。我都不会跳，我想学跳。跳这跳下来得让人教一教这个。嗯，这个也没有很陡，我们可以小的，我们可以下次跑到这边来，然后从这儿开始往下。我们先不用跳，能够顺着它滑下去就好了。这个有点像那个 roller， 我在那个 Beth 那边就滑的这个东西，它是小树林里边的。啊，这个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你重心要压前，重心压前就可以。
重心往后的话就要摔。他们俩那个那两个人，他们穿的衣服都认不出来，看不清楚。像我就特别好认，你也是。我好认。哇，录一录他们跳 park 的。不过他们其实很多人滑行滑的并不好，就已经开始去跳 park 了。对。我也想玩那种，但是那个我又怕他等一下摔到身上，别把脊椎摔断了。危险呀、啊！哦。他这一下要跳了。行，我下次。好的，这个还能看看人家跳。嗯。坐这个缆车还能看人跳块儿。哇，车得跳一下。对。我不行，我下次来我也来玩这个。我去前边那个一半的地方跳，不然这个我不行。哇哦！给他一点鼓励，你鼓励大点声，大点声，只能自己听得到。大家现在喊大